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她好漂亮，对她展开了追求。在我坚持不懈的追求下，她终于答应了我做我女朋友。可是成为我女朋友以后，她觉得我没有给她应有的空间。可是我觉得这是两个人谈恋爱很正常的事。她这么漂亮，身边异性朋友也非常多，我其实挺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她总是不能理解。我俩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龙，22岁，来自河南，学生；女嘉宾波丽娜，22岁，来自俄罗斯，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上场之前，编导就跟我打招呼。哎呀，这一段好看呐，好看吗？好看，当然好看。当然好看啊，帅吗？帅。啊，帅！你是在健身房认识的是吧？对，我们两个都是在一个健身房。啊。然后因为他长得好看嘛，然后，啊。一头金发特别显眼，当时就想认识他。啊。就我们两个在偶然的机会吧，然后就说上话了，然后我们就，什么样的偶然机会就说上话了啊？就是。他有些地方他不懂，他那个器械做错了，哦，然后我会告诉他怎么正确的做。我们两个就这样认识的。那时候我刚刚分手了，哦，所以我们只不过先交了朋友。哦，后来我就想办法，然后多跟他交流一些，慢慢的熟了，啊，这大概有多久？1年的时间。用了一年的时间，对，相当一于年的追了时一间。年，是这意思吗？对。然后好不容易才同意跟我在一起的，然后哦，变成你的女朋友了啊！我们现在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久，多久？我们半在一年。起才半年了。啊，半年了啊，然后对，呢？我们现在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哦，觉得我们就这变个不陌是生问了。题啊，问题就是他一直控制我呀，他控制你啊？对，特别控制我呀。那不叫控制，我觉得啊，男女朋友那在一这叫起。什么呀？我觉得男女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一点，每天见面，我觉得这不叫控制。啊！你看，我像跟我俄罗斯的朋友聚会的时候，他非要跟着我去，啊！但是他听不但是，懂我们说什么，我也没机会给他翻译，啊！但是，对我吗？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肯定要认识他的朋友，他也应该认识我的朋友，对吧？啊！两个人在一起，互相的朋友都不认识，那算什么谈恋爱吗？然后，哦，而且我觉得。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俄语哎，嘛，你追了一年都还没听懂一点点俄语。他们之间说的特别的快，哦，我感觉我在旁边只要看着他就好了嘛。啊，行，你就愿意看着，对吧？但是我心里不舒服，他阻止我也要招呼他，也要跟我的朋友交流，对吗？对对对对我对对，其实你就是不用再考虑我的感受，我只是想在那陪我着怎你么而不已。考虑你的感受呢？你让他去就但好了嘛。我总是感觉。没有安全感，对他的男生也很多，在学校。他不放心你，他怕你跟别人跑了。你能体会这个小子的良苦用心吗？我能理解，能理解不就行了吗？但是我还是想跟他们，就是我有很多俄罗斯的朋友，他们也有中国的对象，但是他们不在一起去，就是你一个人跟我去。就是他比较粘人，是吧？对。那他中国朋友的聚会你去吗？对，有时对，候我有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不管我有没有事儿，啊，就是要去，我要去参加他跟哥们儿的聚会。哦，毕竟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不长，然后我和我的哥们都介绍了他，哦，你不是待我为了面子吗？然后我肯定要把他带出去，让我的朋友见一下，嘚是瑟嘚吧？瑟哈，但是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总是不来。我不是总是不来，啊，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有自己的事情。啊，也去过是吧？去过，去的时候他们说话有的地方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为什么鼓掌呀、啊，就是傻傻坐在你的旁边。啊，你在我旁边不就好了？你的这个想法太自私了，知道吗？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他快乐吗？你跟他在一起快乐吗，姑娘？快乐。OK，你看快乐吗？但是我觉得他总是拒绝我。很多时候，我就在邀请他去看电影，或者是去吃个饭，他总是会说：“我今天有事儿，
也不跟我说是什么事。有时候我想跟我的闺蜜去逛街呀，她也要跟我们一起去。哦。但我觉得你和你闺蜜去逛街，我在后面。但是你听不懂我们聊的什么，对不对？不是这个。我帮你们拎个东西什么的，我觉得这挺好的。我就算听不懂，我帮你们拎个东西，我也不打扰你们，对不对？但是我的闺蜜会觉得她是电灯泡。啊，明白了啊！你以后跟你闺蜜说，我觉得她才是电灯泡。啊，你以后跟你闺蜜说，把包给她就行，你们俩在前面走，你是这意思吗？啊，对，我觉得你还行。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很好奇啊，你看上这小子什么了？你要愿意做他女朋友？就你喜欢他什么？我觉得。我感冒的时候就是他招呼我呀，他追我的时候他，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样子。哦，他你说说他追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感冒的时候他照顾你是吧？对。然后呢？然后就我感觉他挺好的，但是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了。就是他以前不黏你对吧？黏这个词你懂吗？跟屁虫。不太懂。跟屁虫。所有场合的电灯泡，这个你懂了吧？嗯。啊、哦。我觉得男女朋友在一起了，毕竟在一起的时间不长，我总觉得我天天跟他待的时间还不够呢。他的父母也要来天津，他要去，我要去。说起这件事，就我的父母好不容易来一次天津，然后来看我，因为我之前也跟他们说过，然后想让他来见一下我的父母，我父母也很想见他，但他就觉得没这个必要，然后他就不来见我父母，然后。这让我父母怎么想，然后让我怎么想。我们在一起才半年了，认识你父母现在不合适啊，对吗？对啊。我还知道在中国认识父母意味着什么。啊，你了解哈？中国人见父母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是谈婚礼的事情。哦，谈婚礼的事儿哈。对。你觉得你们还没到谈婚礼呢，是吧？当然没到了。你看，我觉得不是他想的那样。我就想让他认识一下我父母，见一下，然后吃个饭什么的。你怕他跑了是不是？对。他怕你跑了。我不会跑。但是你总给我的感觉就是，总是在拒绝我，然后就爱答不理的。我哪儿拒绝你啊？就是你不管我有没有事。但是你也没跟我说你有事。你跟我说你有事儿，你也不跟我说你什么事情，然后我问你的时候你就不回了，总是不回啊，然后微信也不回。你们俩这个微信中文俄文还是英文？中文。啊、哦、就他这中文你就拿这个跟他谈。之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中文没有现在这么好啊、哦、完全是跟你学的是吧？ 我感觉就是我的功劳，我感觉。对，我以前很宅啊。你很宅啊？以前，现在我挺喜欢交中国的朋友，但是他也管这些事情。哦，但我感觉我是他男朋友，我当然要管着你了。有一天他约我去看电影、但是那天另一个朋友约我去咖啡厅、然后就他直接去那个咖啡厅跟人家说啊，你是谁啊？我是他的男朋友。我很尴尬。当时那个人也很尴尬。我约他去看电影，然后他说他有事情、然后我就问他什么事，他就一直在没回我。我就在咖啡厅，然后正好看见他和一个男生，然后在那儿，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反正我上去就直接问那个男生你是谁啊？他是谁啊？是我的朋友。他的朋友啊？对，你没问我。直接问人家呢。一个正常男生在那种场合下，我就没有控制好自己。哎呀，你是真怕他跑了哈？对啊。行，明白了。那个，你害怕他跑吗？我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为什么呀？编导说追他的小女生其实也挺多的。还算挺多的。你知道吗？有很多女孩子追他，你知道吗？也不是挺多的，但是有的。哎，对对对对，你不担心哈？我不担心。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挺喜欢我的。哦，这不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吧？我以前跟俄罗斯的男朋友在一起三年了。哦，对对对，你说你们俩分手的，想起来了啊。这是第一个中国的男朋友。哦，这是第一个中国的男朋友啊。那你跟那个俄罗斯的男朋友，他出去的时候，你陪他出去吗？我一直在中国，他一直在。不不不，你在俄罗斯的时候，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他要带你出去，你出去吗？
有时候出去，有时候不出去啊。他不管这些啊，不管这些、嗯。他如果约你看电影，你跟另外一个男生约了要喝咖啡，他管你吗？管。他吃醋吗？吃醋。但是他可以问我这个有什么事情，这个人是谁？那你说吗？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他没问我了，他打电话不是问你了吗？没问我了，他直接来咖啡厅跟人家说你是谁呀。你之前没打电话呀？我之前给他发短信了，然后他没回我都。那为什么不打电话呢？他是也许他都看不懂。哎呦，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也知道这个男人都会吃醋是吧？那你干嘛老让我们吃醋呢？我没让他吃醋呀、啊，他自己吃醋。哦，听明白了，你们可教教这，到底是教这俄罗斯姑娘还是教这中国小伙？你们看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没有太搞懂你小伙子，你喜欢姑娘什么？除了她很漂亮，她也很善良的，很善良、嗯。对，然后我们刚开始普通朋友的时候就特别聊得来。聊得来，可是今天我在现场觉得你们两个一点都聊不来。现在感觉变了。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担心说你的女朋友很招人喜欢，怕她跑，是因为你在自己心里包括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给你们的恋爱做了一个评估，你自己列了一些条件，你发现似乎我的条件比不上她，所以你在自己的心中就已经把你的地位放到了一个劣势。所以你看刚才姑娘会说，我从来不担心他会饱啊，因为他很爱我，很喜欢我，他有优越感，而这个优越感是你带给他的。其实你们对待生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她是一个要求独立的姑娘，需要空间，需要自我，而你是一个很黏人，希望时刻在一起的情感状态。所以从这一点看，问题并不是在于有什么所谓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冲突，而是不合适。但这种不合适可能我们退回你内心讲，是由你不够自信而导致眼下的局面，这个自信能不能找回你要问你自己。女孩你好，很漂亮一个俄罗斯姑娘啊，我相信呢你在恋爱当中也是有自己非常明确的主张的，但是我还是认为你没有那么喜欢她，没有特别喜欢到说我思念这个男人，我只要是空闲的时间，我不去忙工作，不去忙学习，我最想见到的人是他，没有到这个程度吧。对，所以你会安排和一个异性的喝咖啡的时间，而不去和他看电影。而可能现在你还愿意和他在一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知道他很喜欢你，远远超过了你喜欢他，所以这种优越感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我们在情感当中不会患得患失啊，不会胡思乱想，完全舒服的一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其实也不好，时间久了一定会出现矛盾，因为爱情核心是爱，不够爱他其实就去找一个自己真的爱的人，这样的情感才能持久，像你们这样消耗下去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要散了。但是没关系了，我觉得有这样一段爱情的经历对你们两个来说，对人生来说都是美好的回忆，也都是成长的印记。祝福你们将来都有更幸福的爱情和生活吧，谢谢。刚才严老师讲说他们好像没有特别多的文化差异哈，我觉得还是有的。从这个姑娘刚一上场，我就觉得她和我们很多人都有一定的文化差异，比如说她摆着 pose 就出来了，然后呢站在这个舞台上也一直是亭亭玉立，大家看她现在的这个状态，很少有女嘉宾是这样的表现，因为在她的意识里我今天要登上舞台，所以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是要精致的，可能我们身边的这些女孩子就很少有她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意识，所以她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在女孩子的心目当中，独立的个性是至高无上的，个人的权利是无法比拟的，所以他所有的这个思维都是从我自我的角度来出发思考问题，而男生恰恰体现了我们中国式的很多思考方式，关系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和你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大的文化差异。往小里说，我们男生自己多多少少也有一点问题，你太粘人了，粘到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这是一个女孩子。因为比如说咖啡厅那段，我的脑海中画面就是啊，一个男生然后跟着其他的女生在那喝咖啡，然后女生冲进来，你是谁啊？我是他女朋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要拿出这种男子汉的气势，拿出更多的自信，把自己丰满起来，他现在吃定你了，咱们是不是得更努力才行？这是往小里说。那我想跟咱们这位非常非常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哈，我想跟你说的是，在中国谈恋爱咱得也入乡随俗，对不对？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美媳妇儿早晚得见公婆，所以呢如果你是真心的想和我们这个小伙子好好谈恋爱，见他父母那一关怎么着也是要过的，好不好啊？然后呢，我还是秉持着一种这个祝福的心态，希望你们两个在未来的感情里可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好吗？祝你们幸福。男生，我觉得你对他并不是爱，你天天想要让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外国女朋友，又天天害怕会被别人偷走，结果你就被焦虑死了。所以我并不觉得你爱他，你只是想占有他，却又觉得无法驾驭他，所以一边拥有着他，又一边又害怕他会失去，所以你并不爱他。如果你要真爱他，你至少应该好好的学学俄语，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背景，而不是整天在这儿守着他当电灯泡，甚至卑微到你愿意跟别人去提包。所以我觉得你对他并不是爱，你只是新鲜加占有。而至于这个女生，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你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姿态是多少女人应该学习的。以往站在那个位置的女生，哎呦，整天卑微的，就像她今天一样，生怕男人会离开自己。女人如果都学学你的话，男人会老实不少。所以你今天站在这儿，我不去谈你们之间的感情问题，我就觉得你应该值得很多女人在情感的态度上，对男人的态度上好好的学习。以后多花点时间学习，多花点时间去了解自己爱的东西。如果你喜欢一样东西你都不了解它，你还想要占有它，对不起，它始终不是你的。就这样。我想之所以人家说爱情可以跨越那么多的东西，包括语言这个东西，那就是因为爱情是人类共通的东西，它不因为你的国别或者所谓的独立性你就真的在这个爱情里面怎么样了，这个东西我是不信的。所以其实很简单，在爱情当中之所以有人显得高，有人显得卑微，是因为那真的不是一段爱情。那到底是什么，在爱情当中人自己知道，你爱不爱他还是仅限于喜欢，或者说很享受这个男人给你提供的体贴的这种照顾，那是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晰的事情。所以你呢，自信一点吧，天天你别老那个，放松心情啊，来吧，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觉得之前我没有把握好度，但是我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会慢慢的改正，先把自己变优秀，充实我自己，然后再去照顾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哎，请亮灯啊。行了，谢谢两位啊，请回吧。啊，谢谢你啊，来。来，请关门啊。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开门。
呀，这是什么节奏啊？